欢迎收看《爱情保卫战》端午特别节目，有请主持人赵川。朋友们好，欢迎走进由杰利亚独家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在这里要感谢杰利亚对于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海伦凯勒眼镜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要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并且陪伴我们的节目，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专家老师，他们分别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涂磊涂老师，欢迎他；来自百合网的婚恋家庭咨询师周小鹏周老师，欢迎他；来自世纪家园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他。今天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节日，今天是端午。在端午节这样一个节日当中，有哪一对明星嘉宾跟大家共度呢？让我们掌声请出他们来，掌声有请两届奥运会冠军杨琳杨老师以及他的夫人王女士，来有请，有请杨琳夫妇，有请，欢迎，欢迎。你这张脸大家太熟悉了，我们一想起激动人心的时刻就会想起这张脸，因为蝉联奥运冠军的人并不多，是吧？对。但是夫人的这张脸我们确实非常陌生，我看了一些资料想核实一下哈。有人说你们家夫人是既主内又主外，需要主内的时候就主内，需要主外就主外。啊，那您现在在家里是需要主内还是需要主外呢？听领导安排。家里的领导是谁？大领导在对面。啊，杨总，请您给安排一下。今天是端午，咱家这粽子怎么发？今天呢，正好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那么端午节，所以今天给大家带了点粽子。嗯，非常好吃的粽子，大家想不想要啊？好，发吧，发呗。来，我们的专家老师也有，一起拿粽子来。在这里要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啊！先让我们来看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爱情堕落上碰到了怎样的困惑。写了几封信给你，我自己都已经忘记。四月他们要开始集训了，集训的时候他特别忙，然后忙到完全忽略我，我就只能通过他的队友然后知道他的近况。他就无意间看到了我手机内容，然后就特别生气，一直到现在他也不愿意理我。然后他的队友和教练都来找我说他没有去训练，我真的特别希望他能回去，也请他相信我，而且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龙舟比赛了，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误会而放弃了他的梦想。是不明白，但我愿意等待。端午节划龙舟是一个传统，今天的这对情侣当中的男方恰恰是一个划龙舟的运动员，他不仅是龙舟队的运动员，还是这个队的队长，同时还是大学班级里的班长。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来，掌声有请。大龙男24岁，来自内蒙古，是一名学生，学历本科，爱好划龙舟。他的女朋友是22岁，来自河北的学生，学历是本科，丹丹。有请，有请两位。听说你现在要放弃你自己心爱的龙舟运动是吗？其实我也不想。嗯，我也喜欢跟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光。嗯，我也很享受这个过程，并不是因为他能拿到冠军，是因为跟兄弟们在一起训练，在水上湿漉漉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说累了我想放弃。那你就回去啊。我现在不能回去。为什么？你做了什么你自己知道吗？我都跟你解释过无数次了。解释的有意义吗？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你知道吗？我跟他联系只是因为你，你怎么就不听我解释呢？因为我你去跟，就因为我没时间陪你，然后你就跟别的男人联系是吗？我给你打电话你接吗？给你发短信你回吗？我忙你知道吗？是你有你的龙舟，可是我每天都在训练，你有什么可紧张的？对不住啊，我得打断一下。怎么了？咱们把事儿先说清楚好不好？其实很简单问题。
因为该比赛了嘛，我们一直就是接到集训任务，就是一直在训练。你们集训多久一般？去年集训了两个多月，今年是三个月嘛。他们这个学校华龙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在国内都拿过这个冠军。你们不是也住在学校吗？就联系不上了吗？因为如果我喜欢一件事情或者我热爱的一个东西，包括爱他也是一样的，我就是一心扑上去。对于龙舟来说，因为也是就是队长，就担起很多责任，整个队都要需要我去调节，每天晚上回去跟教练要研究训练的视频。总之就是训练很忙，是吧？再忙他也应该给我回个信息。每天训练负荷那么大，训练任务那么重，然后不仅是身体上压力，精神压力也很大。一分钟，没有时间，我不想，哪怕几十秒的时间你都没有吗？我真的感觉已经很累了。别吵，别吵，别吵。杨老师，你们这个训练其实也挺辛苦的，射击哈。一般集训的时候，真的就是累到说，如果对方给你发个短信，你都回不动吗？作为一名运动员，尤其在面临大赛的时候，可能需要的是集中精神。但是这种训练生活和自己的这个感情生活，有的时候还是应该抽出那么一点点时间去兼顾一下。这小伙子可能，训练确实很累，但是我觉得你再苦再累，还是应该抽出那么。别一分钟了，半分钟就可以。这个回个短信其实挺好。这个其实就是我特想问的，就是同样是运动员，你队友同样也训练也累，但是你给他队友发短信问他的情况，他队友给你回吗？回。我感觉那朋友之间就有事儿。我跟他联系只是因为你，只是因为联系不到你。联系不到我，你们俩之间聊的全都是我吗？你发现什么了吧？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因为他就打饭了嘛。打饭了之后，我就看到他手机，我看了连续三天的他们两个发的短信。他只是普通朋友跟普通朋友，只是普通朋友发三天的，连续发三天的短信是吗？他们说什么了？小丹给他发说的，爱情其实没有必要轰轰烈烈的，简简单单的，平平常常的就好。大成竟然跟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无聊，你很无助，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陪你出去走走，咱们一起说说，把心里话说出来。那是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然后他真的去了，我需要找一个倾诉的对象。他们俩真的出去了，那只是真的偶尔吃吃饭，偶尔吃吃饭，找个女的不行吗？非要找男的？女的，你们龙舟队有女的吗？女的能了解你的情况吗？他是我最好的兄弟，不知道吗？拿个粽子给我。我包好啊，你们再吵我就给请你们吃粽子啊。刚才说到哪儿了？人家陪你逛街去了是吧？没有陪我逛街。哦，只是陪你出去走了。只是偶尔陪我吃吃饭。那是在他们集训期间陪你的，还是非集训期间陪你的？集训期间。不就两三个月吗？去年的也是两三个月。去年没事吧？也没事。哦。去年的时候，我也通过他了解了很多他的情况。去年的时候你们才认识几天？去年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你看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什么时候有时间，然后给我打个电话，去年就联系，然后一年多了，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听我把话说完行吗？怎么听你说？你先吃个粽子啊。没事没事，咱们听他说，你吃粽子。这去年怎么了？去年的时候我就联系不到他，然后我就特别着急。就是训练有什么情况？训练也可以出伤吧。我拿冠军回来，你一点高兴的意思都没有。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要分手，你有没有动摇？你有没有喜欢他？你对他有没有意思？是不是想跟我分手之后跟他好？你别急行吗，兄弟？啊，去年拿了金牌回来之后，你对他很冷淡，并提出了分手，有这事儿吗？有。是为什么？是觉得很寂寞？主要是在他集训之前，我们俩特别好。哦。也因为是相恋的时间比较短，然后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我就想知道，那次比赛回来分手。是不是就因为你喜欢他，或者他跟你说了他喜欢你，你们俩要一起交往？没有。然后你要分手？没有。你为什么好好的好端端的跟我分手？我终于训完练了，终于比完赛了，终于有时间陪你了。真的没有。你还记得那年圣诞节的时候你跟我闹，你说别的男朋友都给女朋友买东西送礼物，你什么表示也没有。第二天早晨你起来的时候，在床头发现了一个礼盒，我让宿舍的舍友把它放在你的床头。你跟我说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你每次吃苹果我都会亲手给你削，你对得起我吗？说话，你干脆点说，有还是没有？好，我承认我有过短暂的动摇。
他只是短暂的兄弟。你女朋友短暂，动摇你是不是？对对对，他是我兄弟啊！不急不急不急。可是我现在是真心对你啊！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凡事，我就求一个完美，一个圆满，你就还让我回龙楼队，你这好意思说得出来啊？我怎么看着他划船？他就在我的前面，我们起一脚落一脚都看见他，我怎么跟他保持一致？可是你们是很好的哥们儿啊，跟他又怎么样？根本就没有做出这种事。可是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呀。没有什么，你说动摇过？我只是短暂的动摇，而且那已经是以前了。以前又怎么样？现在我怎么相信你啊？好好好，所谓短暂的动摇，是不是就是说不那么坚定跟他走下去，是吧？对。但是也没明确就要跟那个好，是不是这意思？大龙啊，不是说他爱上了别人，而是这两个人我比较一下，是这么个意思。这个你也接受不了？你信吗？他要是我的女朋友，我一定信他。但他不是你女朋友，是我女朋友。他的意思是说，我信他是因为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不信是吧？今天我们把你那个队友也请来了，其实大家没有其他的目的，就是还希望他能够回去圆他一个梦，希望他们这段大学里的真挚的感情能够继续走下去。大家把话说开，来，我们有请大成，有请。来吧，就是应该是你站在上面，你不要这样好不好？对吧？应该是站在上面，我作为嘉宾，我从后边上来，咱能不能理智一下？我怎么理智？你听我说两句，你是我好兄弟吗？能不能听我说两句？你听见了吗？我听见了，你能不能听我说两句？哎，你这样，你站我这儿就行了，这是中立的。嗯，你们俩的这个交往就是他发短信问你他的情况，是不是？对，我俩聊的全是你和龙舟的事情，你明白吗？不是你想的那样，相处三年了，兄弟啥人你不知道吗？你对人家的丹丹没有那个？没有，我对他只是普通朋友的关心。我长这么大没谈过恋爱，没找过对象，我也不知道女的心里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她怎么说，她什么意思，我真不明白。啊！所以龙哥，你真的想错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对她有感情吗？没有，一点没有。她对你表达过没有？我说了，她喜欢你，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明白女的怎么想。你明白吗？三年了没处过对象，我没谈过恋爱，她想的什么我不明白。啊。他跟你说过我喜欢你吗？没有，从来没说过。啊，那你跟人家说过我喜欢你吗？不可能。有过肢体上的接触吗？没有，兄弟以人格发誓，绝对没有。这事儿摘清了是吧？对。你希望他回去是吧？对，今天来主要目的我就是希望我们队长能跟我们回去一起训练。啊，兄弟们都希望你回到龙舟队。啊，回到这一起奋斗三四年的龙舟队。嗯，去圆了我们的冠军梦，可以吗？兄弟以前做的事情让你俩产生了误会，如果影响到你，兄弟在这给你道歉，你可以回来吗？不觉得你身为队长你就这么走了，撂下一船人？我也很想回去。你不觉得你很？我也想兄弟们。我问你一句话，龙哥，你相信兄弟吗？你相信兄弟不？相信你。我现在让你回来，你能回来吗？回来吧，兄弟需要你。为我们冠军梦加油。这女朋友哪受得了啊？这个你走吧，你下去吧。这个不说两句了？哎，这不是嫂子吗？不跟嫂子说两句？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朋友期以后我一句话我都不敢说了。真的。去吧去吧，真可爱。你一起进入今天的丘比特问卷。在龙舟啊，需要一条心。嗯，这谈恋爱呢，亦是如此。其实你们俩这事儿，我觉得特别简单，各打五十大板。啊，先说女孩吧，需要陪伴可以理解，但是两个月的缺失陪伴你都不能忍受了吗？而且，干嘛找一男的倾诉啊？你找一女孩倾诉，不就没有这些事儿了？什么叫男人啊？男人都照顾不了一个小女生吗？真是因为事业你就能忽略这个爱情吗？两个月你看看你那兄弟没谈过恋爱都能频繁的发短信，能够照顾人家，把事业比赛包括友情能调节得这么好，这是你所欠缺的。我不同意曲总的话，因为女孩子在恋爱的时候的确需要哄，如果女人在恋爱的时候你都不去哄她的话，难道你等到结婚以后再去哄她吗？
工作再忙，好歹一分钟30秒或者10秒发一短信，现在微信只需要说话1秒钟可以说好几个字呢，就够了。我不觉得连这点时间都没有，关键不爱他。因为说实话，对于大龙来讲，大龙不是在谈恋爱，他刚刚说句话说，我想要一个完美的生活。那完美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当爱情的时候我尽情的投入，划龙舟我就尽情划龙舟，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天天就花前月下，我就花前月下，所有的生活都是大龙在安排，那不叫谈恋爱。真的，大龙，你要谈恋爱的话，是你把工作生活全都揉在一起，跟揉面团一样。大龙啊，我有一段男人的话想跟你说，作为一个竞争者，千万不要自视甚高，过于自信。你为什么不愿意花哪怕是1分钟时间给他发个短信？就是因为你自视甚高，你认为这女孩已经是我囊中之物，我根本没有必要过多的去在乎她的感受，她是我的了，所以你才会后院失火。还有女方，丹丹是吧？你的男朋友，你不了解他吗？看似粗犷的外表之下，是一颗细腻而又小心眼的心。你知道他是个纯粹的人，你为什么还去做那些事儿？男人注重的是结果，女人注重的是过程。男人喜欢占有，而女人喜欢呵护。男人要的是效率，女人要的是效果。所以男人经常把爱情当成是一场战斗，当光荣地获得胜利之后，把自己的战利品束之高阁，不闻不问，直到战利品被敌人偷走，这个时候才追悔莫及，而且妄图用另外一场战斗再把它给抢回来。而女人呢，女人最喜欢把爱情当成是一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比赛，最喜欢的是你追我赶的那种追逐感。而一当对方离开自己的时候，便怅然若失，找不到方向，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找最近的人开始诉苦，到最后流连忘返。我想说的是什么？女方在爱情生活当中，我们要做一个纯粹的人，非黑即白，没有灰色。而男方在爱情生活当中，我们要做一个豁达的人，只有信任，没有猜疑。如果爱情或者是婚姻是一场奥林匹克竞赛，我们要做百年好合的冠军。哦，对了，还有刚才那个大成，我还有一句话想告诉他啊。他说他不懂恋爱是吧？我想告诉你的是，男女之间的接触，第一次是同情，第二次是暧昧，第三次一定是感情。嗯，姚老师给他们一些建议吧。大龙，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嗯，为了自己所喜欢的一个东西，他可以全力以赴。但是呢，我觉得你像我们俩，嗯，我们俩，我93年到国家队，我在国家队待了11年，其实这11年我们都是聚少离多，周末的时候我们经常我去找他，他来找我。我觉得你用很短的一个时间能够真正的去关心对方，你去想着对方，对方能感觉到的。他们俩呢应该真正做换位思考。你想大龙拿了冠军回来，你当时可能一直在想的这2个月他不理我，那么你觉得不高兴。你要是真喜欢他的话，他如果拿了冠军，真的你应该是非常高兴，祝贺他。王老师，姚老师这个第一次拿这个奥运会冠军回国之后，你是怎么祝贺的呀？没有轮到我祝贺，他回来以后会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啊，更没有时间理我。那个时候你没像他一样的说找一什么射击队的其他的这个队友去倾诉一下吧，说你看这个杨凌拿了奥运冠军，他也说他就被包围了，有吗？我老公这点做的比较好，他走之前，比方说哈，我要走2个月，我训练很紧张，我也需要休息，我有可能不给你打电话，有可能不跟你联系，你不要着急。然后一旦我方便的时候，我会跟你联系。他会把这些告诉我，我也会很放心，我会很信任。我觉得女孩子你要有自己的生活，你要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朋友，让自己充实起来。王老师刚才的话其实给正在恋爱当中的情侣有一个特别好的提示，不管到什么阶段，是热恋期也好，还是进入到婚姻了，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每个人自己的圈子，别把自己当成了对方的附庸，也不让对方成为自己的附庸。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一旦毕业以后要异地了，比你训练更困难，怎么办呢？现在就是小小的2个月的时光都无法克服，我不知道你们未来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我建议你们要冷静一下，
思考完了之后，向对方做一个表白，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六十秒。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还不懂得去理解对方，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爱情想得太少了。你跟我说你动摇过，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接受。大龙，对不起，曾经动摇过是我的错，没有对这份感情做到完全的忠诚。想想咱们以前多么的甜蜜，多么的好，你对我做过的所有的事情，难道你真的忘了吗？你能完全的相信你的队友，难道你就不能相信我吗？好，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两个人如果真的觉得那不是一段爱情的话，无谓的坚守这样的东西我们鼓励吗？你们自己想清楚能不能继续往前走。好了，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啊，你们觉得就是这样一对情侣啊，他们的感情真的那么坚实的足以走到订婚的这一步吗？你们觉得他们是应该稍作停留一下呢，还是继续的往前走？来，各位请选择。现场有77.50%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现在的这个爱情的纯度还不足以走到订婚的这一步，是为什么呢？支持票反对票？反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都不大信任对方。来，小伙子，你投的什么票？投的反对票。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因为这点小事就失去了彼此的信任，实在是就是有点太偏激了。再问一位哈，姑娘，你是支持啊还是反对啊？反对票。理由呢？因为我觉得那个男方如果心里有他的话，不会连一分钟的短信也不会发。这是问题的关键啊！你心里那么爱他，为什么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呢？对，而且女方就是他，如果就是离开他两个月都活不了的话，那我觉得对他还是不信任，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并不太合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人家的选择跟你们不一样，会怎么办呢？这大概是在这个舞台上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起来数个数，来，5、4、3、2、1，请开门。来，虽然你没有选择要留下，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知道自己自身的原因在哪里，以后我会改。然后你回到龙舟队训练，我特别高兴，希望你们加油。姑娘别哭了，你去追他吧，你要舍不得的话去吧。我们还是祝福他们能够找到属于各自的幸福吧。有的时候其实拥有一点点浪漫的爱情，做一份美好的回忆，比一段爱情已经离去的时候，你一定要用手抓住它来得更好一些。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又碰到了一些什么难题，请看。我爱中国，我爱巫术，我爱中国文化，我爱我这儿的工作。我是为了他来到中国，但是他一直没有时间陪我，也不让我去工作，每天一个人在家里，我感觉非常孤独。我现在太想我的父母，但是他也不想回去。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想回俄罗斯，因为我在这儿有很好的发展机会。他太大的男子主义了，我什么说都不对，我真的快受不了了。我希望他能理解我，就是愿意跟我结婚，我们在这儿生一个孩子，继续一起发展。我这样爱中国，为什么你要离开呢？一对恋人来到了异国，为他们自己未来的生活的归宿产生了一些矛盾。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他们，来，有请。
男主人公马季姆26岁来自俄罗斯，职业主持人；女主人公维多利亚24岁来自俄罗斯。来，有请有请两位。啊，主持人好。你好。同行应该算。对。你做的节目是在中国做，然后在俄罗斯播是吧？对，是这样的。啊，说你的武术很厉害。我自己感觉我的武术水平还行。你最擅长的是什么？骑行，螳螂拳。几下行吗 ？OK， 好。厉害，谢谢。打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谢谢你的评价哈。听说他经常要工作之余要去练武是吧？是真的。一开始我觉得特别棒。嗯。但是现在除了武术还是武术。啊。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啊，又来了。我一个人一直在家里躲着。啊。所以他的武术已经在这儿了。在这儿了，对，就在这儿了，快在这儿了啊！你没了是吧？对。高级次给他说了，嗯，我练武术为了我的工作，嗯，因为我的工作就是主持武术节目。那你其他的时间就不陪他吗？没有其他。不可能吧？可能，如果他跟工作呢，工作以后就去练武术，嗯，武术回家是11点多。夜里吗？夜里的时候。我没办法，我什么时候陪着他？好好好。那你就嫁给那个武术呢？如果我爱你。我不想嫁给武术。我这个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如果你今天武术，明天武术，说的一直是武术，然后看你怎么做你的武术。好吧，那个你们先不要吵啊。我问一下，你中文说的这么好，但是这资料上面说你实际是待在家里是吧？对。那你为什么不出去工作？你问他吧，为什么我不出去工作？啊，他让我问你。我跟你讲。他想做模特，模特儿，哦，模特儿，模特儿，啊，不就是模特儿，演员，演员，对，演员。你刚才说的就是我的中文水平还行，是吗？因为我在俄罗斯读书了，我有两个专业，一个是中文，一个是艺术。我费了那么多力气，然后时间，是为了在家里躲着吗？如果当模特儿或是演员，对，很多男子看你的，对。又来了。什么又来了？很多男子都看你的，不仅是我不是一个女人吗？不用记了，我知道。全部人都要看我吗？因为你很漂亮，漂亮的东西大家都喜欢欣赏，但不意味着占有，对吧？但是是这样。他不让你工作是吧？对啊。OK， 嗯。他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嗯。我的爱好，嗯，就是当演员或者当模特，不是当一个服务员。你是说家政服务员是吧？对。你钱不够吗？还是怎么着呢？用钱可以买幸福吗？其实买不了，买不了。嗯。但是我希望就是我挣的钱多，我们在这儿会有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给我带来的很好的工作。这个我们知道，人家说人家现在要去工作，可不可以？我不同意，肯定不同意。因为电影里有很多近的，知道吗？问的这样的事情，就是你怕别人问他，你受不了。对，我受不了。好，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因为在电影里必须得演这个，是吧？好吧，好吧，这样吧，你来中国多久了？你们别光吵了啊。半年多吧。半年多了。对。就一直在家里待着，伺候着他。对。哦，那你学的那些，表演的那些技能什么的，有没有丢啊？希望还没有丢。你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来吧。好的，那我跳舞吧。跳舞来。你们看，你们看，这个穿的是跳吗？音乐老师，静一下，静音乐。把音乐停了吧，音乐老师。这个叫跳舞吗？那你觉得跳舞只有这个吗？那不是这样的跳舞吗？知道吗？那就不
是我的问题，是音乐的问题。音乐的问题。不过这个音乐我不能教这样的。音乐告诉你怎么教呢？对啊，因为我可以感受音乐。我也可以感受音乐，但是不是这样的，知道吗？哎，我们把那段音乐给他，我们看看瓦西姆是怎么样跳的。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就这个音乐。谢谢谢谢，我跳的不错，谢谢。不用不用不用。不行啊，不行不行啊。这个我们明白了，实际这个不仅仅是咱们说哈，所以这种在爱情当中的不用占有这个词吧，所谓的排他性，在他的身上他很鲜明的就体现出来了。我不希望我心爱的女人出去从事跟异性接触很密切的一个工作。 对， 对吧？对啊，对。那这个 你是专门为他来到的中国是吗？对。你过去在俄罗斯在哪个城市？我的家是圣彼得堡。啊，圣彼得堡是我们俄罗斯的文化首都。我放弃了我的一切，嗯，为了来到中国跟他在一起。你跟他怎么认识？他不是一直在中国做主持人吗？对，我们是我上次来中国学习的时候认识的。上次来中国是在几年前？是两年前。故事是这样，2009年我刚到了北京，中间那时他还招聘我来到粤语频道主持武术节目，嗯，然后我们有一个互相的朋友邀请我跟他们在一起去玩夜总会，我们就是在这个夜总会认识的。他当时跳舞了吧？对，他去跳舞。就是跳舞，就是因为我跳舞他喜欢我。他那时候很喜欢一个阿拉伯哥们儿，我跟他跳舞，然后我看到了这个阿拉伯哥们儿有点嫉妒，然后过了一个星期我给他打电话，说你要不跟我出去约会，他说不行，我的男朋友会有问题。我那时候特别生气，是第一次女孩没有跟我同意去约会啊。然后呢，我们一年时间没有说话，他回到俄罗斯，我还是留在中国。有一天他给我留信了，我开始跟他好像天天7-6个小时一直聊天。你那会儿不用练武术啊？我从全国比赛回来了，我一年没练。啊，就一年的时间在追他是吧？算是。啊，你看哪个国家的男人都这样啊。所以成功以后，武术又来了。懂了。你那阿拉伯男朋友什么时候被你吹了的呀？我的阿拉伯男朋友就很快。啊，因为文化差异。在你们当地圣彼得堡，女性结婚以后是不出去工作的吗？大多女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啊。如果比如说我希望工作，我出去工作啊。如果我不希望出去工作，我希望在家里躲着也可以啊。但是就是我学习那么长时间不是为了当一个服务员是吗？所以我还是，然后我也已经有工作的。女孩必须的保护为什么必须呢？为什么必须呢？这是她的责任。我听不懂。我的责任？好好，谁说的呢？这是老习惯。你给我一个书在那写的。这是老习惯。老习惯。对，你的母亲可以变是吗？对不起哈，你的母亲在家里是全职太太，有工作。哦，那你指的这个老习惯是你们俄罗斯的习惯呢？你还是我们中国的习惯？你不知道，我的父母他们离婚了，所以妈必须得工作，没办法。啊，对不起哈，我明白。但是我跟你说，我有可能回乡，就是他会上班，但是绝对不会上那个模特儿工作或者那个演员工作。好。那可不行。上班这事儿可以商量，职业问题。我再问第二个大问题哈，如果你们结婚的话，你们是希望继续在中国生活呢，还是回俄罗斯去？啊，是这样的。我希望咱们留在中国。我希望我们回俄罗斯，因为我真的我很喜欢中国。我很长时间。你自己想一想，我在俄罗斯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工资。我的父母，我知道你的父母，你想过他们？我不想你的父母。你不看我们两个聊天，你干嘛打断我们？没有礼貌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吧。所以呢？你家里几个孩子？对，我有弟弟，在俄罗斯我有一些朋友。有一些朋友。在这儿没有，因为我一直在家里。
如果你出去交一些朋友，会不会好一些？对，但是这个也是他说你跑到哪里出去，但是我一个人怎么出去呢？但是他不想去一半的俄罗斯的城市，他想去那个圣彼得堡，因为这是我的家。我知道是你的家，圣彼得堡像莫斯科一样，全世界一个非常贵的城市。一般的人如果在俄罗斯工作，他真的2万卢布，这是最多。买不了房子，住跟谁在一起？跟他的父母吗？对啊，可以跟我的父母一起住，我们有很大的。别提了这个，你知道你的妈妈不喜欢我。她已经喜欢了你。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的妈妈一直跟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你们快回来吧，我喜欢王继母，你就是我太想你了。我知道，你快回来吧，我非常喜欢王继母来了，来啦。我想再给你，我问一下，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啊？叫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就是丈母娘和女婿的关系很好。不，你们那儿是这样？我们在俄罗斯不一样，丈母娘和那个女婿关系特别不好，很多夫妇都是因为这个事分开的，离婚的，因为这个妈跟她的女儿说，哎，她太坏了，别跟她在一起。但是我妈妈不一样。 OK， 什么不一样？就是所有的妈妈都是一样。那你们在北京在中国有自己的房子吗？没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挣的钱就是够，我能租一个很好的房子，然后我们有训练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去玩。不管在哪，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我还是希望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喜欢的。那你就让他出去工作去吧，你又做主持人，朋友又多，帮他找一份工作喽。演员的工作，还有什么要求？还有模特。还有模特。对，就是一定要做这两个职业吗？我已经马上跑出去了，知道吗？已经打电话，给你找工作这样的，然后找几个男人，在你旁边站着，这样不拥抱。不过他我特别嫉妒，知道吗？你看他。对啊，你看到了，所以你就把我一个鸟是吗放在这样的东西，然后放着一个、我教你专用词汇啊，这叫养一只金丝雀。对，就是这个。你是要把它当一只金丝雀来养吗？不，关在我想把它当一个很好的老婆，知道吗？对，可是他要去工作，你不让他呀？照顾孩子，照顾他的老婆。那我们现在没有孩子。我想要一个。我不想要一个。因为如果我有一个，那就我可以放弃我的模特的工作，因为身材已经。你不需要这个工作，我告诉你。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需要什么？你不需要什么？我知道。你们这一直是这样。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他说的完全对，我什么时候说都不对，他太大男子主义了。你看，这里的女人都支持我。我是啃怪老了，所以我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我还是希望做我喜欢的事情。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你知道什么事情？大家看我的，我懂的。好的。那如果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穿这个只有眼镜，你会爱上我吗？不会吧？不会吧？就是不会吧？但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没有穿像模特一样的。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穿的是跟这个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对，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到膝盖。你说就可以了啊，你说就可以了。他会生气的。是黑色的。他一会儿跟我们练起螳螂拳，我们打不过。差不多的。你是怕更多的人爱他？不要相信他。我不是，就是跟这个差不多。我不是怕生。你相信他吗？我相信他。你信任他吗？信任。OK， 你让他去做模特好了。但是。对啊，如果我会嫉妒，知道吗？我会嫉妒，我知道自己。听完之后，你看，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热情，内心那种奔放。我怕，你知道吗？我怕我会到他的那个工作间。我理解你。看到了别的男人，我。对。对，关键他对我会练武术，这个非常可怕。一起进入今天的丘比特问卷。杨老师，我看你们两口子看这段的时候直笑哈。其实，就刚才像这个女士说的，其实他有点太大男子主义了。深层次，我觉得
你对自己没有信心。谢谢老师，我同意。那如果我对自己没有信心，你干嘛还是跟我在一起呢？你跟我说。因为我们就是爱他，但是我没有信心。所以如果我爱他，我肯定不会让他失望。我说你没有信心，是说你不敢让他去接触更多的男人，你怕接触了一个，你可能有这样的，你就会失败。对，要我说，你就让他去尝试一下，他那么想做这个两个职业，让他尝试一下，其实是很辛苦的，他觉得累了就不愿意去了。如果他喜欢了的话。我知道他一挣了这个钱会一直上这个班，我不想，我真的不想。那如果他现在要求你也不要去练武术了，你会同意吗？我会减少我的训练，完全抛弃。过四年。好的，那我们四年以后两个人都放弃，行吗？我先表明我的态度啊，我理解瓦金的心情，但是我不支持你，因为你怕如果让他在更多的男人当中出现的频次、展示的魅力太多，正如他吸引你一样的吸引别的男人，你就会觉得爱情不保了，对不对？对对，所以呢，理解但不支持。为什么呢？有一个沙子理论嘛，对吧？你越想把它攥在手里，越使劲攥，它流失的就越快。我希望，我已经说了，我希望他当很好的母亲。稍等，你为什么一直单独按支持我的人？我跟老师说话。这俩人都学过中国的很多理论，你们俩先聊透了再跟我聊。我就是说，我希望他当很好的母亲，当很好的老婆，照顾他的老公，然后照顾咱们的家庭。请这位女士说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我觉得幸福，如果你跟一个你互相爱的人在一起，他也爱你，也陪着你，他有时间跟你在一起，然后这个男人支持你，他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什么都是他对的，我说完全不对。这我觉得现在在现代的社会，我们女人和男人其实比较公平，理解、尊重、平等，是吧？对你来说，幸福的意思是在当模特和演员。如果他当模特和演员，他就不管了这个什么你不陪我什么什么，我一直在家里看他。为什么你这样觉得？哇，幸福 是这样哈、啊，我觉得哈、啊，首先第一你要清楚他想要什么，第二。我已经很清楚，爱情也很清楚，爱情当中两个人是需要妥协的，否则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你们必定要分手。老师，不好意思，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看你结婚是吗？我结婚了。比方说，有一天你的老婆来了跟你说，老公，我特别想去当模特，你愿意吗？我老婆就是模特。你问着了吧？我刚才就想说呢。徐总的夫人就是模特，然后你的问题问完了吗？完了。你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吗？得到。好，没有得到。但是问题是，他呢，就是，你啊，找到你有点得，你有点得寸进尺。是的，按中国人的话说，妥协好吗？对吧？各自让一步。徐总，我给你的建议，他那问题我补问完吧。好吧。你夫人现在还是模特吗？不是了。是什么时候不是模特的呢？是我们你们结婚的时候是吗？都会问了，你看，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嘛，我们其实都一样，同样曾经面临着一个问题。我提出了我的想法，我不希望你再继续做这个职业，而我没有跟他说你不能。一般来说，希望意思是，亲爱的，我非常不同意你当这个。不，这你还得回去去学中文去，我跟你说，你中文不过关。我说老师，你要是给他们上中文课，那可就上不完了。好吧，你最想向他们表达的，一二三，当当当，三脚就够。第一，一，我理解你，但我不支持你。第二，你让一步，
找工作不要去当模特这个职业，其他你随便选。第三，我觉得你们俩要在一起，恩恩爱爱的解决你们是否要回俄罗斯还是在中国。嗯，我说完了，这才是中国语言。干巴利索措，周老师，你们俩到现在有一个分工不清。我吉姆，你现在是以结婚的状态在对待你们的恋爱，在期待你们的爱情，而对于维多利亚来讲，她是用恋爱的心态在对待你们的恋爱，所以你们俩这样的角度不同，这样吵架永远是吵不出结果的。这两个家伙啰嗦了半天啊，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干巴利索措的中国语言。男女嘉宾刚上场的时候，使我们眼前一亮。俊男美女，啊，男的帅气，女的漂亮。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美丽的事物总是不能成双成对。后来我想通了这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人的美貌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大众，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如何去守住这份美丽呢？如果是占有，你脑袋里面刚蹦出这个念头，你就即将会失去美丽。因为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如果你想把美丽关住，那么它就会像失去阳光的花朵一样凋谢。你是愿意看着它灿烂的绽放，还是忧郁的死去呢？你应该会有自己的选择。瓦基姆，你太不够哥们儿，你喜欢看美丽的事物，咱们也喜欢看，但是我们并不想占有，我们只是喜欢欣赏。因为她的美丽属于大家，但是她的感情只属于你一个人。所以说，中国好男人东西，咱身上的东西你没学到，你既学到了一些所谓的封建，所谓的大男子主义，赶快改醒过来，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学到中国文化的好男人。一个姑娘因为特别爱你，所以从她深爱的祖国来到了异国他乡，她有自己的爱好，而你却因为你自己的一些想法，你就把她变成了我跟她说的金丝雀。一个女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她的天地，她怎么还可以放开胸怀敞开怀抱的去爱你呢？一会儿怎么表白，我看你有没有这个中国人要学中国人那种智慧啊，所以包容嘛，忍让的智慧，看你有没有学到。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六十秒。做那个翻译工作，然后你随时如果想出去的话，不待在家里，你可以跟找朋友就是去玩。然后呢，我给你承诺，我就是会减少我的训练时间，为了跟你把时间更多待一会儿。希望这个会帮助咱们继续在一起，而且承诺过一段时间，我们存了钱，在俄罗斯买房，然后搬到俄罗斯。这个我给你承诺。好。我想说的是，我真的很爱你，所以为了你，放弃了我的一切。我是来这儿是因为特别希望跟你在一起，所以呢，其实我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只是你跟我多嘴跟长时间一点。今天说了太多，我同意放弃我那个做演员或者模特的工作，找到别的。如果是有工作了，然后你陪我，我就可以不再为难你去俄罗斯，可能在这儿多住一会儿，因为你现在的工作你太矮。好了，时间到了。你们俩还用进去吗？什么？你们俩还要再进去吗？啊。他听懂了，你觉得要进去吗？不。你觉得呢？真让步了是吧？你们俩刚才表达都是真实意思的表达吧？是的。你也是。那你们先拥抱一下。嗯。来，这边请，来，到这儿来啊。
站好了，面对面。他哭了。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浪漫而神圣的时刻。那不让我。妈的，不让我，不让你睡着了。你得说出来啊！嫁给我！来，我们祝福的新人。相当吧，开心吗？特别开心。感谢杰利亚对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这个订婚套装礼盒，谢谢你们。我们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你们提供那个订婚的钻戒。我们祝你们在中国生活的开心快乐。今天是端午节，要不要吃粽子？我吃南方的，可以吗？南粽。今天我们给你吃一个中国式的粽子。这个是闹洞房的时候才吃的，是吧？在中国闹洞房呢都有一些难度，通常我们吃粽子都是用手包的，我希望你们俩同心协力用嘴包，这能行？导演被这样闹过吗？哇，佩服佩服佩服，这个别吃了，这个带走啊，这个送一个。其实还有一个传统，高难度的是把它再包回去。啊、好吃吗？好吃。最后送给你们一个中国成语，你们记住了，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别说是个粽子，金你们俩要是同心同德，要把那金给咬了。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祝你们快乐。谢谢。请回，请回，请回。谢谢你们。在这样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的传统佳节，我们见证了一对外国情侣的订婚，见证了他们克服了生活当中的一些障碍，要继续的往前走。我们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国际化了，文化的冲突会越来越多，如何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吸收更多的优秀的文化，我相信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一个难题。今天他们做到了，要谢谢我们五位老师对于他们的帮助。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面临着怎样的困惑，请看。是一座不属于谁的城市，每天上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繁华背后太多人已经迷失，于是我们都学会相互掩饰，总是怀念车塔落叶。我们的婚期一拖再拖，我父母这条给我的压力很大，婚房里头的装修还有它的每一个细节，这一切都是由我来准备的。原来是那么真实，不再重要是无谓的坚持，我真的害怕我自己坚持不下来，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跟他坚持到最后。我们在乎什么？我们忘了什么？端午节，我们是否可以从今天开始相守一生？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尚卡25岁，来自天津，是一名铁路职工；女主人公小徐25岁，也是来自天津，是一名老师。来，有请，有请两位。好，欢迎欢迎欢迎，小伙子今天为什么来啊？就是因为他不想跟我结婚了。没这么夸张吧？因为我这有婚期总是推迟。
本来呢就是装修啊买家具啊什么的都是他准备的，结果到现在也就搁下了，所有东西都不准备了。哦，所有工都搁下了。对。那你们领结婚证了吗？没有。资料里说你们的婚事已经准备了2年都没结成，为什么呢？因为我经常要去外地抢险，那是去年的也是端午节前后，结婚的时候正好赶上汛期，当时情况挺紧急的。嗯，公安当时有一个桥挺危险的。嗯，然后呢我们要路过那个桥的话需要走一个3米高的沟吧，那天正好是下大雨，下得非常大，然后呢我们就必须得趟着水过去。嗯，当时那个水已经到我这么深了吧，因为它都是淤泥，它沟，然后呢脚特别的滑，是很危险，是很危险，我们爬不上去，只能拿绳子挂到树上，然后一点点爬上去。这就是上次因为那个原因你们没结成婚，对吧？嗯，就是这个活完了之后我回来就病了1个多月。嗯，然后就因为这个。那一次他这边的淋巴都起来了，看了好多医院，怀疑是不是因为结核然后引起来的嘛，然后去了结核医院，然后抽血又输液，把婚期拖后了嘛。我爸爸我妈还得硬着头皮去给我亲戚给我们的朋友打电话，那我们是能解释清楚，但是人家未必会这么想啊。爸爸妈妈反正给我压力挺大，我就挺犹豫的现在。但是我看资料里面说你们俩已经相恋7年了是吧？我们是大学同学啊，然后那个毕业之后吧才在一起的。大学的时候那3年没有跟他在一起，是跟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那个女孩为什么离开你啊？就是因为我参加铁路工作了嘛。嗯，然后经常就不能见面，他就不想。你们好像学那专业就是铁路专业是吧？对。现在家里面人对他这工作特别不满意是吗？我其实也不太喜欢他的这个工作。你的工作一年能陪他多久啊？我们是2个月到3个月弄完一个活，然后回来个2-3天。哦，那他就很寂寞是吧？对，应该是。我希望他能上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那样的话他能天天能陪在我身边。你们家人什么态度呀？那次然后他把婚期拖后了嘛。嗯，所以他们意见挺大的，而且其实他们对他的工作也是挺有意见的。今天他们来了吗？我爸爸来了。来，我们有请。你好。我不好。这个未来的女婿您喜欢吗？我还是挺害怕他爸的，前两天刚给我数落了一顿。怎么着，说你们现在不想跟人结婚了？我现在就考虑这个问题，结婚之后他在外地甩他一个人，因为他是娇生惯养惯了，独立生活不行，带有小孩那么办？我得为我闺女着想。伯父上回跟我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个好像岁数也比较大了，光指着一个小女儿，反正照顾4个老人照顾不过来。嗯。然后呢，需要我也是经常去照顾，但是我现在顾不了家。今天你母亲来了是不是？嗯，今天我母亲来了。来，我们有请这个小尚的母亲来，有请。你好，你好。着急吗？人家女方提出来这婚，能不着急吗？刚才算准亲家吧，人提出问题了，说结婚以后怎么办呀？他常年在外地的，那只有我照顾吧。阿姨其实她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以后要是真的有了孩子的话，我爸爸我妈妈她岁数大了，我爸爸已经70了，肯定照顾不到。然后叔叔阿姨那头的话，其实叔叔在忙，然后阿姨你早干嘛去了这些事儿？因为这要是他上次没去抢险，婚期如期举行了，这不就不是个问题了吗？你干嘛现在提出来呢？一开始没有装修房子，没有这些事儿的时候，根本就是体现不出来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你会觉得，如果真跟他结婚了，可能生活就变得苦了，是吧？我觉得他也是在忙活这些个琐事的时候，他觉得太委屈了，都是他一个人干，我帮不了他的忙。你觉得亏他吗？很亏欠他，但是没有办法，为了你这个工作确实太特殊了，是吧？对，而且我们经常性的就是一个电话就给叫走了，下雪就要去扫雪，然后呢，春运的时候就要去帮忙跑车，嗯，这都是很正常的。行吧，你工作和媳妇儿你挑一个吧。我想两个都要。你想嫁给他吗？
我挺想嫁给他的，但是我特别想让他换一个工作，因为其实我们俩感情真的是到那儿了。行吧，那两位老人家先下去休息一下，好不好？谢谢你们啊，请回请回。又不想离开，这边确实又在现实生活里有需要，想有一个人照顾，对不对？我真的特别想他陪在我身边。明白了，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陈老师怎么办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呀。就是难在什么地方呢？离开了他们这些人，我们的生活不可想象。铁路瘫了怎么办？你不可想象你的生活是什么。你都让他们离开了吧，都没人去做这个事儿，我们的生活坍塌了。对。但是把他们还原回一个人的时候，你再想想他们家人的时候，你又为他们难受，就杨老师说那个。我觉得从他坚守这份工作来看，他是很有责任心的一位男士。嗯。以我的经历啊，我觉得你选择婚姻，选择结婚，就是一个独立生活的开始，应该自己承担家庭的责任。我想跟这个女孩子说一下，苦尽甘来。杨老师那会儿是不是让您吃了不少苦？说的那么深有感触。确实有感触，因为我们两个结婚也是，装修、买家具，所有的都是我自己办的。嗯。我觉得这没什么，当时是辛苦，但是你失去这一个人，你会遗憾。可是您那会儿没推迟婚期呀。我们两个登记很早，然后。登记很长时间才决定日期办这个婚礼。后来我们很多朋友都说，怎么觉得参加你们俩的婚礼像二婚？所以这个不要太计较。所以你没人杨老师聪明，热恋的时候先领证啊！你们俩他们俩不把证给领了？你看姑娘现在想反悔，你说你把证领了，你跟他怎么办？那就省一煮熟收饭了。但这话题其实挺沉重的。首先，我先对这位男士哈表示敬意。这个敬意其实不是代表我本人，应该是我觉得所有能够感受到铁路带给大家方便的那些人，包括我从北京到天津只用了半个小时。对，景城际那个时候下雪扫雪都是我们去的。是，其实有些状况你自己的亲人都是不知道的，居然工作还会带来危险。我倒觉得你现在在组建家庭之前，你停下来想清楚这件事儿是好事儿，你做得很对。否则结婚之后你们之间那就不是两个人事情，两个家庭的事情了。曲老师这个话，这个咱们这么听啊，做法做得很对，但是要记住王老师说的那句话，苦归苦，可别因为一时的苦丢掉一个好人。我再跟男士再说一句话哈，你一定要在工作和事业上做到平衡，因为工作欠缺了，你一定要懂得去补偿，感恩之心必须有。其次，我想说，如果面前的女孩没有选择你，我们一定会帮助你，让你得到两全其美的事情。嗯，一定。好，谢谢。周老师，他们爱还在，而且那个情也在，只是他们现在需要保卫的是婚姻。婚姻就要考虑很多切切实实的问题，比如说我要自己承担一些责任，我要自己承担家庭的重担，我要承担很多很多的东西。婚姻本身就是这样，不管你选择跟他还是跟其他人，也许你今天觉得说我可能跟尚凯在一起，他好像支持不了家，但你能确保你真的跟另外一个人，他就能帮你支持一个家吗？也许那个人还有其他的一些缺点，那你是否能接受？周老师其实已经带倾向性了。我非常带倾向性，我会觉得好人别丢，难咱们自己克服。我觉得你既然觉得这男人这么好，然后你就因为他这一点的时间，然后就一定要放弃他的工作。我想如果他真的今天放弃了他的工作，他会觉得说，你看我为了你我放弃我钟爱的事业，我为了你选择一份我不喜欢做的事情，那个时候你觉得你的家会幸福吗？相守的人永远不知道分离的痛苦，分离的人永远懂不到相守的烦恼。很多事情不感受其中的话，我们不能够有更多的感悟。我只能说什么呢？如果你们俩为了事业牺牲自己的幸福，我们表示赞美；如果你们为了自己的小家舍弃事业，我们也表示尊重。我们其实无权在这儿评价什么。男嘉宾用了自己更多的时间和辛苦去铺我们的路，搞得自己的幸福之路要断了路，这一点值得我们尊重。我们只能说像小凯，或者是像小凯的家人这样时时刻刻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大家付出，为我们付出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永远值得我们尊重。谢谢。
其实今天我们还有一些我们想帮助你们的一些手段。首先给你看到的是他的工友的一些祝福，你看一看，你看过之后也许会有一些不舍，好，看一下吧。来，上海对工作的态度特别端正，比较踏实，业务方面也比较爱钻研。我希望呢，就是这个上海这个未来的岳父岳母，能支持这个上海，能这个理解上海，把这个也放心，把自己的女儿呢交给上海。在这儿呢，我也想这个跟上海的家人说一句，请你们放心，上海同志在我这儿，一定好好干，将来家里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我们一定会鼎力相助。我也希望那个创造更好的机会，更多的机会，多陪陪家人。端午节了，在这儿呢，我也是，给我家里人问候一下吧，我的父亲，母亲，也是端午节到了，祝他们也节日快乐。再一个我媳妇儿，我那儿子，祝我媳妇儿呢是工作顺利，越来越漂亮，儿子呢是越来越活泼，我们一定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上海的人民辛苦了，上海加油！这个掌声是发自大家内心的，这是对他们这个行业的所有的人的一种致敬。接下来兄弟，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人有的时候不要为了自己的一些东西而放弃，如果你放弃，你可能会痛苦，可能会后悔。我要让你看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是你的一个同行，是爱情保卫战在开播不久我们就碰到的一个案例，他们跟你们的情况非常之相似。先看一段回顾，然后我会把这位朋友请上台前来。当时很冷，然后我就一直等着他，提前我们说好了要互换情人节的礼物，然后我就一直抱着一份特别期待的心情等着他。你给他准备的是什么？一个杯子。为什么是个杯子？一辈子嘛，当时我就一直在那等着，可是后来他跟我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然后我就那种希望破灭的感觉，让我当时我就很纠结，然后内心然后很不知所措，我应该怎么办？那如果让你放弃你的工作陪他，你会吗？我不会。为什么？我的专业对口，而且我热爱工作，他可能没有特别丰厚的一份薪水，但是我觉得刚才我已经说了，作为一个铁路人，我觉得非常骄傲与自豪，真的。铁路可能很累，每个铁路职工可能天天都在做默默无闻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份工作需要人去干，而且我要做好。因为你们深深的相爱，告诉我为什么他这么爱你却选择了离开，你是怎么想的？猜一下他的心。我觉得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可能还是希望我会过得更幸福，他可能还是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很足。女嘉宾就像你这样犹豫，说了很多我担心这个我担心那个，而对面那个男孩就是痴痴地爱着她，所以她选择了放手，她觉得这样也许女孩会过得非常幸福。但女孩真的幸福吗？做出了这个决定的男孩真的幸福吗？我说过他算是你们的同事，也是修铁路，可能不在一起，比你更忙，今天我们把他请到了节目现场来，有请。给他们点建议。当初我没有坚持，我希望你们坚持，真的祝福你们。你现在什么状况？单身。还是他呢？找到自己的归宿了吧。你后不后悔当时门转走？你应该站在那儿就进来跟他拥抱，继续坚持下去。怎么说呢，我不给你们建议性的，但是走过这一趟路，我觉得我当初应该选择去拥抱，不放弃是吧？不放弃。你觉得能克服吗？
如果想克服的话，可以。我今天让你一起来见证一下，我们希望他们俩不要走你们那个老路，所以我让你留在这儿见证一下。想清楚，我知道让你做这个决定很难，对你们俩来说都很难，但是别学他啊，坚持啊。来，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六十秒。一直觉得你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礼物，在我身体最不好的时候，是你一直在陪着我，支持着我，所以我真的不想离开你。只有你这样一个女孩才能够打动我的心，我今年一定会娶你的，不管有再紧急的任务，我都不会再拖延婚期了。我一有时间一定会陪着你。其实我真的挺不舍得这份感情，我特别想你能换个工作，然后一直能陪着我。没了吗？我你还有时间，很舍不得。没了，来，请亮灯吧。舍不得嘛，就要坚持，苦尽甘来嘛。所以两位回到你们来的地方，在那里面认真的想一想，什么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请回吧，两位，谢谢啊。请回，请回啊。请关门，姑娘好好想一想啊，如果舍不得就要坚持抓住啊。小伙子千万别放弃啊。来吧，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现场的女生，你们用这种方式来选择，换位思考，你们真的爱上了一个特种职业，而这个职业对社会的发展是必不可缺少的，他陪伴你的时间就很短，你是嫁给他还是不嫁给他？来，各位请表决。好，在这个现场有80.65%的现场观众说坚持要嫁，原因是什么？我在现场请大家发表一下观点和态度。你选择的是？是赞成，因为我相信苦尽甘来。好，谢谢。来，姑娘。我是投的赞成。如果你的男友也是这样，你也坚持是吗？我想我可能之前会有犹豫，但是应该不会分开。好，谢谢啊，谢谢我们现场这些女性哈，至少给我们从事这样工作的人提供了一份信心，是吧？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吧，来，5、4、3、2、1，请开门，鼓掌吧。来，你过来，你过来一下，你先把他手放开一下。你一会儿那个什么，我教你怎么说啊，你就得这么说啊。这个得向杨老师学。你说啊，好吧，这么说啊。行。不是这个时间好像那时候管门了吧？啊，你真实在，就是意思就是第二天就去，是这么问，好吧？不谢谢你的同事，加油，哥们儿。谢谢你。来，两位站中间。现在女性很坚强，你看大家那个表吗？我们这现场80%多的这个女性，跟你今天做的决定都是一样的。谢谢你们啊！感谢杰丽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订婚礼盒，也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记住怎么说了吗？记住了。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美丽而神圣的时刻。来，亲爱的，咱们回家就领证吧。你想他说的是这个吗？行还是不行？好吧，亲吧。明天礼拜天啊，后天礼拜一，记住啊，好好学啊。行，先领证他就跑过来了。行，
加油吧。谢谢你们，祝幸福，来请回，谢谢谢谢谢谢，来掌声祝福他们哈。祝他们幸福吧，今天是端午节啊，他们好好一起吃一吃粽子啊。又到了我们的杰利亚爱情保鲜剂的时间了，来一起进入杰利亚爱情保鲜剂。情侣和婚姻呢，其实是要讲究纪律规范的，而这纪律规范之一就是不能懒惰。和他在一起之后，一定要把他的心情浮动当作每天必看的股票行情，时时刻刻的设身处地的去体会对方，这才叫爱。爱有一种语言，其实这种语言不用说任何的话，有时候就是给你旁边这个人一个深深的拥抱。今天的三对情侣都跟事业有关。男人承受的事业之重，女人承受着男人之重，在困难面前要举重若轻，在幸福面前要举轻若重。爱情婚姻不单单仅仅是索取，更多的付出，为对方着想。王老师，很简单，我觉得把对方放心里就可以。好了，我们今天在这个端午节的夜晚和大家分享了三对情侣的故事。相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默默也是一种幸福。在这里要感谢杰利亚对于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海伦凯勒眼镜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当然最该感谢的是电视机前的你的收看和陪伴。下周爱情保卫战我们再见，谢谢大家。